大家好，我是三遍，我又来了。天气冷了，吃火锅的时候到了。吃火锅我就最喜欢吃毛肚，今天专门吃毛肚，做一份水煮毛肚。开干，准备一斤千层肚。这个一吃一大口，爽得很。先用清水冲洗哈。准备点辅料，葱姜蒜，全部都切颗颗。花椒一把，海椒一把，再切点黄豆芽当配菜。再准备两块蓝曲豆腐干，用了垫底，片成薄片。我们这儿的一小有个这个叫河水豆腐干。阿公点火，要再开干。烧油。撸起油来，下入所有香料，火锅料两块，再放入一点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锅边再淋入料酒，再加入适量清水，再放点白糖、生抽，再下入豆芽、豆腐干，火凉水下，再放一点毛毛盐。水开以后煮三分钟，捞出来垫底啊。再下入毛肚，毛肚下锅后煮个一分半钟就可以了哈，时间长了会绵。要得了，起锅。再来点海椒面，干海椒，再来一圈黑黑的白芝麻。八成油温浇油，最后点缀葱花一把，这样一份爽口下饭的水煮毛肚送给大家。就这个水煮毛肚，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玩瑞马七，来哟，我请了，要得很干。啥子个毛肚啊？现在全是毛肚，哦，还豆腐干，来嘛，豆腐干加毛肚给你。脆的哈，我都刚下锅就包到起来了。哎呦，嗯，还是稍微煮老一点哈，煮一分钟就够了哈。油都煮完还是脆的。嗯，煮老不脆哦。毛肚熬了什么？慢慢熬是熬的，本身它就是脆的。慢慢熬，你这人你学学熬，不要像我大火吃，我这个嘴巴牙子哗哗两下把整断了。来，阿光整一个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互动的请观众们，我上面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，哎，毛子。